五子哈、哦、堂前有布囊三间呐、啊，你请供奉啊如真化凝结金呐、啊、变相。那个如真哈、哦、是一个很会画画的人，那么要请这个人呐、啊、来画哦凝楞伽经。这个楞伽经哈、哦，各位前贤，达摩祖师啊，从印度啊传来我们中国所传的哈、哦，就是四卷的楞伽经。那一直到五祖的时候啊，五祖把它哦那个主要的哈、哦、那个经典就转成金刚经。那么在之前啊是楞伽经，因为达摩祖师说，对我们中国啊哦来讲，哦楞伽经啊是最适合，最适合呢哦在我们中国来传。可是哦楞伽经啊它比较深呐、啊，是始于哦菩萨法哦比较深。五祖呢把它啊改成金刚经了、啊、比较通俗，大家都知道。画楞伽经哦变相，以及呢五祖的血脉图，就是历代祖师啊传承流传啊供养